妈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和陈思在街上看到一只很可怜的小狗狗，但是它特别的可爱，然后我们俩就很想把它带回家，但是它陈思爸爸妈妈不让他把那只狗狗带回家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给它喂吃的。也许会有人把它带回家的。我也希望有人会把它带回家的。我不在这段期间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的小宝贝。妈妈，嗯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知道现在不行，太难了，过一段时间吧。好吧，又要过一段时间了。哎，你不说你们学校现在在用 iPad 吗？你要不要给你买一个？可以吗？也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我同桌，不是，如果我没有的话，我可以换同桌借的，我们俩可以用一个。可是我想给你买一个礼物嘛，你想啊，要是有自己的 iPad， 那是不是很棒？嗯，那要，我要一个。我马上就去告诉奶奶。嗯，去吧。Okay, so you mean I don't need to go back to work today? Okay. How about when the restaurant is reopened? What about last month's salary?Okay, I'll call you next week. Alright. Yeah. Thank you. Bye.回来啦。嗯，饭吃没？嗯，饭在锅里啊，自个儿盛。咋了，楚那儿点了老长？听跟我说，我明天不用去上班了。店关了，疫情。那个，你能不能把我之前借你的钱还给我？我这也没钱，我有钱跟你借。我急用，干什么用？我答应女儿给她买个 iPad。iPad 不能等，
我跟他说买 iPad 说很久了。现役寝室都困难，我都不知道自个儿饭碗保不保得住。可是我昨天跟他打电话，他说我想要啊。别被邻居听到了哈，小孩嘛，名都忘了。他跟我说他想要，他咋那么快就忘了呢？进去吧，饭都给我上了哈。要是说现在不行，疫情过了再买哈。傻孩子，不知道他妈在这儿有多累。Do you write songs? Do you write songs actually or not? 嘿，快点换衣服，我们出去吃。去哪？吃泡芙泡芙。Definitely. Okay, good. I want a pint. 那我不去了。Oh, don't ask me in Chinese. 脱丝脱衣服司机。Yeah. We'll have a booze. We'll pour you one. No, you good? Joanna. Yeah. We're drinking for money. Yay! 妈妈。我的 iPad 到了吗？你买到了吗？我可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吗？